大家好，我是当当，好高兴又和大家见面。新的一期 Dumb Toys TV 将会为大家介绍，去年发表到现在足足等待了一年，6月17日在港澳台公测地 Gundam 争锋对决。这一款 online 对战的 Gundam 动作手游集合了众多原作系列机体，让我们来体验对战的乐趣吧。进入游戏之前，会有一些新玩家的教学，让大家熟悉操作。第一个教学就是移动电话屏幕，让机体移动和跳跃。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攻击解说。除了攻击教学，极其重要的闪避教学是往后进阶必须学懂的技巧。教学完成后，就会获得一台 RX78 作为奖励。进入游戏的开始，我们还可以免费扭蛋一次，拿到的机体一定是红彗星专用扎古。接下来进入 1vs1 的教学模式，简单快速解决电脑就会进入训练模式。训练模式是初学者必须认真了解的地方。进入扭蛋，我们来看看几率到底有多坑。有最基本的扭蛋驾驶员、扭蛋新机体、扭蛋，我们把手上官方送的机体券都抽一次，看看会出现怎么。这样的几率真的让人害怕。玩家们如果想有好开局，这里教大家一个秘籍，拿不到核心意的机体不断用新的账号重刷，希望这个秘籍能帮你拿到喜欢的机体。这一期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